文能提笔泡的力。还有很多问题啊，自己要去克服，但如果是现在自己的话，跟着家人一起应该可以向前迈出那一步了吧。那么这就是这次的所有内容了。然后这部漫画的剧情啊，属于是点中点中点，但是真的让人忍不住想看，好吧。后续的剧情呢也没有什么雷点的，妹妹呢最后变成了真的喜欢男主的雌小鬼，然后姐姐呢自始至终啊都是一个究极地控啊，强烈推荐。那么我是不想念完的 Free Time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